日，林心如深陷当年与周杰舌吻事件中，之后林心如还被扒出各种黑料，不少网友认为林心如多年的人设崩塌了。不过林心如的心情似乎完全没被受影响，和老公霍建华出席芭莎慈善夜依旧笑容满面，肚子明显是大了很多，难道真的怀孕了吗？照片中林心如素颜出镜，身穿黑色相间的运动衣，上着马尾辫，显得十分的干净利落。在跑步机上运动的她面带笑容，看起来心情不错。产后适当的运动就是林心如瘦身的秘籍了吧。产后首次亮相在媒体上的林心如看上去皮肤很好，于是就很多网友纷纷夸赞素颜也这么美，加油，运动的人最美，引起不少网友纷纷猜测这么快就有二胎了。有些铁杆粉丝想都没想直接送上了祝福，但细心的网友还是表示质疑。对于林心如的二胎，大家还是恭喜他们吧。